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Polly。那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下 Tableau 跟 ChatGPT，我们可以怎么结合呢？怎么运用呢？那会讲到这件事，我们先前情提要一下，因为最近我在帮同事上课，那看到同事他设计的仪表板是，例如说他营收就设计一张仪表板，然后毛利又设计一张仪表板。那我就有问说，诶，那为什么你要把它分开两个去做设计呢？那他就说，哦，因为呢，他想要，一张图是以营收来做排序，那另外一张图是以毛利的方式来做排序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说依照他的需求的话，他的确就是需要做，他就需要做两张图来做呈现。那当时的我想说，诶，不就是可以营收，如果你要做一张，然后毛利做一张，我也可以在一张图去表示，我并不用把它分成两张工作表去做显示啊。而且在这张表上面，我也可以直接用按下下面的这个 sales 或者是 profit 去改变它的排序方式，这样不好吗？那当然，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。那过去当然也有提到，就是说可能我用双轴的方式去达成。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，如果我今天有一个度量，一个维度，一个度量值，或者是两个维度，两个度量值，二乘二，我就可能要做出4张。那如果我有3个维度，两个度量值，三乘二，我就要做6张。诶，这个好像越说越复杂，到底要做几张？这样做出来会很多张怎么办？那有没有办法，我在一张图表当中，我就可以让大家去选择说，我现在要看的维度有哪些？哦，例如说我要看不同的维度，我就去做切换。我要不同的度量值，我也就去切换，我就可以看到我不同度量值的结果。那甚至我也想要从一个由大到小到由小到大的一个排序，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在设计上面达到最精简的一个结果呢？没错，这是最棒的。但是我今天卡住一个东西，叫做我要去设计由大到小的排序怎么办呢？卡住了之后，那我做了什么事？我在网络上疯狂的 Google 说，在 Tableau 上面，我如果要做排序，我可以怎么做？那最终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。但是呢，因为今天我也做了一个叫做 ChatGPT，我去上面去问一下 ChatGPT。那我先问的一个问题是，如果我今天要在 Tableau 排序由大到小的语法怎么写？那他就很可爱的啊，开始来告诉我说，在 Tableau 的排序很直观，不用写语法，他用点击的方式就可以达成了。这个时候我就先按下 Stop Generation，因为我要的不是你告诉我怎么去做点击的方式达到排序，我需要的是用写语法的方式，因为我要设计动态参数来达到刚刚的效果。那 ChatGPT 没有让我失望，当然也因为我问话的方式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。第一次我问的是 Tableau 排序由大到小的语法怎么写，第二次我更精确的说 Tableau 排序由大到小的语法怎么写。我要设计成动态参数。由于我告诉了他我要做一个动态参数的这个设计，所以 ChatGPT 马上来告诉我，在我们的 Tableau 的设计里面，你可以怎么做去做到，由大到小的排序。好哦，那在这边的话，它就可以告诉我，从参数的建立、参数的控制跟计算栏位，你要去控制这个计算栏位怎么做，然后以及怎么去做运用，它都告诉我了。那其中我刚好卡住的点哦，可能假设是在这一段，它也帮我做好了这个语法的撰写。那我就把它这些说明做完之后，把它运用在我的Tableau 的里面。好，来可以看一下，我把它刚刚的语法改成我需要的方式去做一个显示，我就达成了这个步骤。那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棒。那未来呢？未来的话，我觉得大家可能依赖顾问的程度会越来越低，因为你们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去达成
你不会的问题你就问 ChatGPT，那你照着它的步骤一步一步的话慢慢做，就可以达成你要的结果。那最后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，我觉得这张图很棒，它用参数的方式，我写了三个参数，然后来控制维度、度量跟排序。那我就可以在一张图里面，我只要去维护这张图，就可以达到我要的效果。那未来的话，只要我的度量值有新增，或者是我的维度有新增，我只要再去微调我的参数设计就可以了。那以上这个分享由 Tableau 跟 ChatGPT 结合来跟大家做 ending 的分享，谢谢。